啊，我日本妈妈，她那个说腿啊没有劲，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哦，看到那天上乌云呐，往下压，看到天上乌云往下压，看到天上乌云呢往下压，看到天上乌云呢往下压，天上乌云往下压，天上乌云往下压，看到天上的乌云呢一直往下压，一直往下压，一直往下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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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下压。一直往下压，一直往下压，乌云呢，一直往下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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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腿那边呢，腿压在这里，一直往下，一直往下，一直往下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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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月，一直往下把这笼罩住了，乌云呢，把它笼罩住了呀，笼罩住了呀，笼罩住了呀，他现在很害怕呀，很害怕年纪大了会死去呀，很害怕呀，很害怕。很害怕，很害怕，很害怕。他等到儿子，要等到儿子过去啊，等到儿子过去啊，要等到儿子过去啊，这边，啊，有难度啊！老天呐，帮帮忙啊！老天帮帮忙啊！老天呐，帮帮忙，不要把这个乌云压到他身上呀！老天帮帮忙，不要把这个乌云压到他身上呀！压到他身上呀！对呀，对呀，哎呀，帮帮忙呀！现在这个是不是天上有个飞碟啊？反着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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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绕在他身上的那个乌云呢？要把它卷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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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那个把乌云那个卷走往上了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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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上了呀。那个天上的外星人呢？说我们一直看着呢，我们一直看着呢。我们一直看着呢，我们一直看着那个地球的，一直看着地球的，我们会出手的，我们会出手的啊，我们会出手的，我们会出手的，我们会出手的，我们会出手，让你们尽快见到面的啊，我们会出手，让你们见到面的，让你们出手，让你们见到面的，我会让你们出手见到面的啊，然后他就慢慢，他那个把那上的乌云呐，卷走一个，然后。他要干这个，又挺着的，又挺着的呀，又挺着的呀。那些外星人已经知道这里的难处，你看，他在背后注视呀，他在背后注视呀，背后注视的，背后注视呀，背后注视。这个猴实现了这个愿望，这个实现了这个愿望。哎，亏真的是好人了，帮了做了很多事情了，我们也应该帮他做事情了，我们也应该帮他做事情了，我们也该帮他做事情。哎呀，确实。这个时候，我发现我妈妈她那个腿啊，是有点那个硬的感觉，有点硬的感觉，哎，但还是脚就是很结实，还是很结实，很结实。刚才是乌云压下来了，乌云下来了，现在通过飞碟把它卷走了，把那个乌云呢，就从山上卷走了啊。外星人也说，他们会尽最大努力给帮忙，尽最大努力尽快的帮忙，尽最大努力和尽快的帮忙啊，解决这个问题。好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嗯。